好，好。这是我第一次自弹自唱，这首歌是我的创作歌曲，十年前写的。其实它是一个生日礼物来的，可是呢，圣诞节也是可以用的，在这个充满感恩又互相交换礼物的情况下。OK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每年的礼物》。好。